欢迎收看蒲公英快讯。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工委们集体于营会前一天提早入营，即使互不相识，也无法阻止筹委想为营员们呈现出完美生活营的决心。113位营员陆续于早上8时到报到处报到，获取自己的营衣。在督导的引领下，营员们在置放行李与换上营衣后，进入各自的组别。等待其他营员的到来时，黄康组带动营员跳营歌《最美好时光》和数个气氛掌声，例如爱的鼓励。工委营员及营嘉宾及老师们的到来，大家齐聚一堂拍摄合照，记录这美好时刻。在破冰环节，营员们与各自小组围圈而坐，一番热情的自我介绍后，由督导介绍小型破冰游戏的玩法。历史主题课程以巧妙的形式讲述并总结出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，而小小演说家课程让营员体验文艺活动及获得演讲机会。蒲公英媒体部采访报道。